大家好，这边跟各位介绍的是如何使用 Google Chrome 下载网站上播放的影片。现在影片串流的技术发达，很多网站都提供线上串流影片让人观看，但网络有时候很慢，总是下载下来播放比较顺畅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利用这个程式下载影片，但这个程式无法下载 YouTube 影片。这个程式的安装方式在上一篇已经介绍过，不再重复，请各位自行到上一篇观看。首先开启土豆网，这个程式已经侦测到可以下载的串流影片了，我们下载一片试试。开启影片，测试成功。这个程式可以把好看的影片下载之后慢慢观看，谢谢。